对，都是作者的错。将死的人，我的一生充满荣华富贵，他还活着。请问，我的财富是我享尽人间之乐，那我还有什么可奢求的呢？那死吧你！还听不到我声音吗？我所奢求的，一定还有，还有什么是我没享受过的？而现在，现在怎样？这边好慢哦。现在怎样？你要享受了吗？死吗？他断气了吗？是手指吗？应该手指啊。那觉得像绿豆糕。那物品选择生肖配件好像《恶灵古堡三》的选项配件，有点像哎、欸，其实真的有像，应该是一样的吧。蒙住眼睛似乎已经是一具尸体了，为什么女生都被蒙住眼睛呢、啊？已经死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边有路、哦，所以这三个，哎、欸，刚刚那个人是往我们这里看了一眼。是吧？刚刚那个像尸体的东西，好像往我们这看了一下。死去，尖叫声啊！不是，门紧闭着。我、哦、怎么看都觉得很像什么不雅物啊！那这边有个地方有血迹，南瓜糖还是小朋友？那什么东西？南瓜糖是怎样？看，暗印着 JL 的爱，使用后 HP 回复十点。你讲到他 HP 需要补血一样，不要骗我好不好？骗我没读书哦。这边不碰到就死掉了，还在 HP 补血。哦，好臭的气味，还是不要粘上的。那个应该是那个毒气吧，瓦斯之类的。果然走那个中毒了，中毒的时候好像速度会减慢。对啊，它这个是只有在这个洞里面才会出现呐。进出中国有问题吗？就喝了汤不断掉血。嗯。哦哦，那个臭气啦、哎、呀！そうですね，进进出出，他刚看我，进进出出，快看我，不是、啊，我只是确定一下，说他是不是刚刚在看着我啦。里面关闭，锁着，什么都没有。哇，脏哪有？我哪有脏？你在想什么？进进出出也很正常吧？哎、欸。这声小，那声什么？呀，这位小姐，我吓到你了吗？请问你是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喜欢的话叫我 JL 就好啦。感觉是个很奇怪的人，但这里除了他也没见到别人。南瓜先生，姑且问问他什么吧。哎、欸，这个音好嗨哦，我蛮喜欢的。先问问情况吧。刚刚没有自我介绍，我叫做水野北。啊，我知道的，你也是肉，而且还是很上乘的。肉到底为什么要这么称呼呢？你也是所谓的肉吧？啊，你管一个南瓜叫做肉，这还真是个不错的笑话。可以把你的头扭下来煮成南瓜汤喝吗？那你敢喝吗？我的话我是不敢呐、啊。你怎么会觉得说那个汤可以喝呢？你要想那是一颗头哎、欸，今天你要把一个头做成汤。我怎么想都觉得很诡异。他从 R O 跑过来了，谁从 R O 跑过来了？这次我有点懒得去找鸟屎他们。
到底你的画风怎么跟你一样奇怪？你画风怎么那么奇怪，跟想龙一样？哪有，画风很正常哎、欸。我这叫超现实主义，懂不懂？超现实啊！就他把你的头留下来，取代头上的南瓜靠油。其实肉是个代名词而已，就像我自我介绍时说的，名字不重要。我曾经是管理这里的肉的人员。哦，那你肯定知道离开这里的方法吧？拜托你带我离开这里。哦，不，我很累的。尤其是顶着个南瓜脑袋，哇、哦，让我感到脖子痛、屁股痛、内裤也很痛。说不定真的是南瓜，不要啊！我不是啊，光从南瓜头，我就算真的是南瓜，可看他曾经当头，你还要把它拿来煮汤，我怎么想都觉得很诡异啊！到底，南瓜先生，南瓜先生从阿欧跑过来吗？怎么这样？哎。别这么愁眉苦脸的，我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情吧。什么事？以前呢，我都会给不高兴的肉们发南瓜糖吃，这样他们就会高兴起来。我真的不想被称作肉啊，而且糖什么的现在没心情。快年底，工作比较忙，没多余时间跑去。我们也差不多哎、欸，我们现在在忙，那只要等我们老板决定好一些事情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动工了。还要等一段时间，感觉。冷火哥，他等下爆炸，不然之前都跑去送吃的，辛苦啦。总而言之，我还是发你一块吧，算是给你小小的奖励。获得南瓜糖。哦，我整个区域都产南瓜糖。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找找看。我把它藏在那边了，去寻找吧。神经病！我真的是想离开这里啊。这南瓜糖根本，这南瓜根本是来搞笑的吧？就根本是什么不靠谱的怪人，还发给我糖什么的。果然只能靠自己了。刚请了特休，要下礼拜才能请，所以也无法去，好吧？太可惜啦！不要，我先不要做。啊，你不觉得这个长椅和地毯都和这里搭调吗？都不和这里搭调吗？这里，这是其实这的确是我个人兴趣爱好才搬过来的。关我屁事啊！时钟没有运转，人类创造了可以记录与得知时间的仪器，但当他们无法运作的时候，人们就会陷入不知道时间的思维中。然而实际上，即使时钟坏掉了，时间仍然在转动，做出记录时间仪器的人们反而被自身创造的事物限制而陷入迷惑。连爬都是把他们养得肥肥的事情。我们在公司也常被总裁养得肥肥的、啊。我在那边已经胖了5公斤啦、啊，最主要也是我不能运动啊，现在而脚还没受伤，还没好啊。他讲的其实蛮有道理的、欸，毁损吗？他讲的其实有道理、欸，没有就像没有电脑。我们什么时候不能做一样，对不对？人类都被自己所创造的事物给限制住了，这个我喜欢。上次就有去，这次无法，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去、欸。不免你饿，你要不要先去买东西吃啊？虽然我是不建议那么晚了还吃宵夜啦，可是如果你饿的话，我是建议你还是去买一些东西吃，垫一个胃也好。我好像从来没有去过轮趴、欸，哎，好想去一次啊！是不是管理电梯的控制台指示灯显示为可操作状态 ？Open， 某处电梯可以运行。滑落几张纸，电梯改造计划。根据您的要求，电梯已经进行了调整。我已经将调整的全部内容发送给您了，即贵公司的维修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。希望您喜欢水野先生 JF， 和我一样姓氏，难道是？吃南瓜泡面。从我记事的开始，父亲在我印象里就是一个既模糊又清晰的形象。爸爸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句话我大概每个月都会喊一次吧。他虽然总是那么忙，但只要是爸爸在家的时候，那份对我的关爱就足以让我高兴了。相较而言，妈妈在家的时间比较多，但后来妈妈她说爸爸实在繁忙，所以也去帮忙爸爸打理工作上的事情，为此也和爸爸一样，经常很久不回家了。
但只要他们回家，都会休息很多天，然后带我出去玩，我也很心满意足。小北，今天要去哪里？爸爸妈妈跟你去玩。一般我们都会去游乐场之类的地方玩，而那一天我说，爸爸妈妈，我想去你们工作的地方看看，然后就来到这里。当时这么问了，但为什么想不起来是哪里呢？改造留言，南瓜先生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父亲的事情？我父亲名字是水野正树。啊，南瓜先生是在叫我吗？啊啊，抱歉，吃不下去。啊，算了，那都拗口的简称，还不如你起的好听呢。以及你父亲的事，我并不熟知啊。啊，没事了，谢谢。不必操作了。水野吗？坐下吧。啊，你不是急着离开这里吗？怎么还有闲心坐着发呆呢？感觉跟布丁牛奶加泡面一样。不是有人说什么布丁泡面还不错吗？是布丁泡面吗？还是什么？我记得那时候我大一的时候很盛行耶，可是我怎么想都觉得很诡异啊，甜的跟咸的搭配在一起，又想着就好恶心。要你管，这可是我的椅子啊，小北家，不要那样叫我啦。呵呵，真是的，不想再做。蔡阿哥都吃过，晒啊！哈真正是吃晒哦，很好。看，不知道到底为什么，先问情况，为什么又要问情况了？为什么？这是 bug 吧？我要拿那个南瓜糖哎，好帅哦！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再进去一次，我还会再拿到一颗哎，你们觉得呢？真的哎，好帅哦，好喜欢。要挑泡面，不是每个泡面都合乎，所以还是有可以合的就对了。哎、欸，脚本错误了 ，God， 咖喱老师，脚本错误生效，威力也不搭。移动站也不搭，有什么搭的吗？洁癖台也很爆笑，快笑的。什么洁癖台？我听过三 P 啊，我第一次叫洁癖啊。嗯，反正都会在肚子里团聚，没差。最后都是要排出来嘛。对，我懂，我懂，我知道那个 feel。按，哦，可以进来耶？是什么？哈？就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，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这是在哭吧？头巾、眼角和耳环位置凸起了水滴的图形。按头巾，哦，头巾上面是不是？把它拉出来。这里是。哦，新地点。新地方，新气象。双剑与盾的墙壁装饰，下面写着文字注释：守护者也需要守护，其不敬会抹杀他。好先进，锁着。哦，为什么又是你，南瓜先生？你怎么到哪都有啊？哎，这边为什么会有血？倒下的柜子下面有因被挤压而炸开红色液体。有人死在底下了。这里的集体卧室根本没有我的摆放位，所以我干脆用那些无用的空柜子推倒了。好暴力。说起来，你有没有时间陪我玩玩游戏？有奖励哦。我怎么有那个时间和心情玩游戏啊？别那么焦躁嘛。而且我暂时也没准备好。搞什么神神秘秘的？三小。好嗨哦！某人日记，今天被带走的人是睡我前面床铺的那个人。这间集体卧室算上我，只剩下三个人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以前在我刚刚入狱的时候，这里的环境和对待我们的态度与现在相比，简直天壤之别。
布丁泡面，泡面必须请挑豚骨汤头，再来是肉骨茶面，把布丁加下去，会变偏甜滚甜豚骨汤头。不行，我还是很难想象你甜东西跟咸的混在一起，那味道怎么想怎么怪。我知道我抢劫入狱是我罪有应得，但为什么他们态度转变那么快？今天他们直接带走另外两人，这间房子剩我了。我想问，现在那些管理者，他们到底被带去做什么了？结果仍然和最开始一样，回应我的时候他们的缄默，好像很好吃。为什么？我怎么想到就好奇怪哦，我不能接受。一想到明天大概就是我也开始心神不宁。某人的日记。我觉得那某人会不会被压在这底下？可可泡面，真的去 Seven 买好了。你要怎么做呢？如果手是想什么？想你妹啊！不理你啦，想你的大头鬼啊！那么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